现在开始。好急啊！你也知道吧？哇！这组真的把我炸醒。太厉害了吧！我觉得都好。我的眼里就只有郑乃馨，我觉得奥斯卡有潜力。重新定义一下男团 rap 单是什么样的？很炸！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评价的。看到现在，这是我看到最好的一个初舞台。接下来我们将公布 A 班的入选人选。哇！哇，好期待啊！对呀，感觉就被吊着的感觉。谁会是前三？我也想知道。我觉得应该有你。我吗？应该没有。应该是林墨吧。我远。我好紧张。胡彦涛。放胆。哇，这个绝了。绝了？嗯。李嘉祥可能去了耶。哇，好紧张啊！第一位进入 A 班的是